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父亲节到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您几家适合亲友聚会的餐厅，让您带爸爸一起吃好料。首先在台北长春路上有一家开了40多年的台菜老店，招牌的三味鸡，店家选用了肉质比较 Q 弹的放山鸡，而且一次可以吃到3种不同的风味。除了有乌骨鸡之外，白斩鸡肉质吃起来口感很鲜甜，熏鸡尝起来香气十足。必点的还有这道招牌豆腐，红烧过后豆腐吸附了浓郁的酱汁，软嫩入味。每一道菜几乎都是经典，还因此在2018年、2019年连续2年获得了米其林餐盘的肯定。在台湾超过40年的台菜老店不在少数，而这家以鸡肉闻名的台菜料理，更是许多艺人记忆中不变的古早味。从它开幕我吃到现在，台北也很多了，但是吃过了以后，我觉得这一家是蛮，我不晓得，我自己觉得最地道，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而且真的很有台湾菜的味道。老板以前是在建成菜市场卖鸡肉的，那因为菜市场被拆掉了，所以他的好朋友杨丽花小姐就鼓励他们出来经营一家以鸡肉为主的台菜料理。从鸡肉起家，对鸡的挑选就得下功夫。我们就是沿选那个放山鸡，饲养3-4个月的放山鸡，成熟度比较够。煮鸡的时候用老姜还有蒜头增加风味。主厨洪沧海超过40年的餐饮经验，他说煮鸡看似简单，其实要花费好一段时间摸索，很考验师傅的功力。有时候会没有熟啊，没有熟是红红的啊，客人看的会怕啊，有时候太熟啊，又太熟又甜度会流失啊，对，这个掌控度很重要，就是看外表啊，它有一点比较蓬一点，比较浮起来一点，大概都已经熟了。经过1小时的熬煮，乌骨鸡、白斩鸡呈现透亮的色泽，店里的招牌三味鸡还有烟熏这一味，糖的多寡、火候的大小都靠经验拿捏。烟的那个颜色有改变就已经可以了，变成有点灰黄色，太黑就会失败啊。鸡有白斩鸡、乌骨鸡，还有熏鸡。白斩鸡肉质香甜，保有肉汁，可以搭配咸菜一起吃，层次更丰富。乌骨鸡口感 Q 弹，不会干涩，沾一点点的姜汁，口味不会冲突。熏鸡的香气特别浓厚，鲜嫩有弹性，沾上了甜辣酱，别有风味。就连导演李刚吃了都念念不忘，就是蛮滑嫩，蛮性感的。对啊，就是很爽口，很好吃，至少吃过20-30年。加一点太白粉，那口感比较滑嫩一点。招牌豆腐加进鸡胸肉增添口感，再用煮鸡的精华鸡高汤让味道加倍浓郁。注意就是不要放太咸，它要滚得入味，就是不要一直翻炒，锅子用摇动的方式，避免过度翻炒，才能保持豆腐的原形。招牌豆腐一呈上桌，先是看到以鸡为造型的器皿，模样吸睛，栩栩如生。里头的豆腐一入口相当软嫩，融合着酱香，搭配白饭十分对味。他们家的东西好几道菜的那个香气都特别的浓郁。对啊，就包括连他这道豆腐，它的香气也很强烈。开业超过40年，老台菜的滋味不只受到客人的喜爱，还得到国际的肯定。2018年还有2019年，连续2年获得米其林餐盘。要保持现在的水平啊，不管是菜啊，不管是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啊，还有用餐环境啊，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退步。他带领的团队当然就是要一一调教，
让我们的菜色口味都不能有变动。所以洪沧海制作虾仁卷，从清洗透抽到穿烫，每一步都得按部就班。超贴的那个熟度要掌控得好，太硬了会破掉。小黄瓜、白虾、火腿混合糖跟白醋，搅拌均匀之后，再加进透抽里，每个动作都做到确实。就是要塞得扎实，哦，切的时候才不会松开。专注的塞好、塞满，吃进嘴里的每一口才会丰盈满足。这一道虾仁卷也是台泥前董事长辜承允生前很喜欢的一道菜。虾仁卷带有一定的厚度，外层的透抽新鲜 Q 弹，融合小黄瓜还有白虾的爽脆，口感十分清爽。一番美味しい。洪沧海16岁就踏进餐饮业，一开始学的是广东菜，后来转做台菜。他说以前家境不好，为了学一技之长，再苦再难都得忍着。最辛苦就是有时候很忙，忙到吃饭都很痛苦，厨房又很热，最主要要有兴趣才有那个动力。对，没兴趣就没动力。因为热爱，所以投入，辛苦的汗水就当作成长的基石。现在炸翅中的温度要怎么掌控，早已炉火纯青。刚开始的时候要300度左右，因为一炸过才会有那个紧实紧密的那个感觉，那个口感。红烧就是那个姜跟葱要爆香，还有那个酱油膏不能放太多，适量啦，不能太咸，太咸那个鱼的甜度就没有了。酱油膏的口感比较偏甜，吃起来会比较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点。其实酱油也可以，但是口感会稍微差一点点。酱油翅中弥漫诱人的香气，酱香不会盖过鲜度，尝得到鱼肉本身的鲜甜，肉质鲜美细嫩。饭后之余不能错过的还有鸡蛋布丁，好多人都是为了这道甜点而来。简单质朴的焦糖香，入口滑嫩，带点 QQ 的口感，浓醇绵密。成就感就是说从一而终啦，对这个餐饮业的热爱，对，始终没有改变过。老师傅深厚的厨艺功夫，或是外场经理服务客人的热忱，数十年来不曾改变，内内外外就像一家人，让台菜的经典美味更香更浓了。在台北捷运内湖站有一家强调以天然食材烹煮美味的云南餐厅，老板娘张存佩说，天生有过敏体质，所以烹调上非常注重食材还有调味。招牌的酸笋焖牛肉选用的是澳洲草饲牛，加入新香料一起下去清炖，完全不加任何的一滴油，炖出来的汤头清爽鲜甜，牛肉的质地呢柔软鲜嫩。另外到人气美味盐焗鸡，使用的是盐水来进行焖熟， QQ 的鸡皮跟弹嫩的鸡肉之间有一层厚厚的鸡冻，口感很迷人。这样的美味连续2年获得米其林餐盘的推荐。它没有太多的不应该添加的东西，所以是很健康的，吃美食不身体不会有负担。食物的观念是少油少盐，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是好油好盐好食材。客人一致认同的美味，每一道料理都坚持天然调味，所以很适合全家人享用。有让人期待香浓云南酸笋焖牛肉，鲜美的诱人椒盐虾，香嫩多汁盐焗鸡，还有料多澎湃的砂锅海鲜，一样样爽口佳肴，不仅味美，更连续2年获得米其林餐盘的推荐。连续2年我们都是米其林餐盘的推荐，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一种自我要求，就表示说我一定要持续有这样的荣誉，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还有的品质一定的肯定。料理要打动米其林评审的心，选材用料就不能马虎。招牌云南焖牛肉，挑选油脂少、肉质紧实的澳洲草饲牛料理。当然，牛肉我们就知道它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然后我刚刚强调了我们特别选用草饲牛，因为它的油脂呢是属于
Omega 3，那这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好的。会如此讲究，是因为从小就对食物容易产生过敏，所以家人传承下来重酸重辣的云南菜和一般的家常料理，传到张存佩手中，就成了清爽养生的可口佳肴。锅里汆烫好的牛肉，还要加入很有云南风味的烹饪小法宝，一同焖煮入味。我们用的香料除了五香之外，我们加了一个草果，觉得草果这个味道很特别。我来形容它有点像木头的香气，然后它不是很野的味道，很淡淡的。以小火焖煮牛肋，不断散发浓郁草本馨香，让人看了蠢蠢欲动。牛肉焖煮之后，再加入鲜脆的酸笋和大骨高汤一起煨煮，慢慢吸收汤汁。热腾腾的云南酸笋焖牛肉，滚烫砂锅不停咕噜咕噜烧出浓浓鲜香气味，让人看了食指大动。牛肋吃来皮 Q 软嫩，肉质软而鲜甜，因为少了浓密的调味料，细细品尝就能尝到酸笋的甘甜和鲜甜的肉汁，吃来特别开胃。它的味道就是很清爽，然后有淡淡的香气，但是特别是哪一种所谓草果的味道，其实它已经混在一起了，就是让你食指大动，对食欲大开的感觉。这样客人赞赏的好味道，还有家常美味盐焗鸡，选用油脂丰腴防土鸡肉，以滚烫的盐盐水浸泡焖熟，鸡皮油亮油亮，散发鸡肉的鲜香，皮 Q 弹嫩，带有些微脆度，吃来胶质丰厚，还有一层冰冰凉凉的微咸鸡冻，口感咕溜，非常鲜美。所以吃起来那个上面的皮冻啊，哇，就觉得好健康哦，感觉口感很好。它鸡肉的那个口感，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感觉好像是那种土鸡，它又不会这样烂烂的，然后又不会说咬不动这样子，就吃起来还真的是老少咸宜吧。饕客在餐桌前吃得意犹未尽的家常美味，都是老板娘张存佩向婆婆学来的好手艺。早期家人在桃园龙岗眷村卖云南小吃，这股香味使她到现在仍然难以忘怀。云南因为它可能地域的关系，他们会擅长用一些香料，所以它常常很多的食材收成了以后，它要大量的把它制作起来保存，以后慢慢的可以食用，所以豆豉饼也是他们保存食材的一个方法。一粒粒犹如花生米的云南豆豉，俗称臭豆豉，和台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黄豆会裹上孜然发酵，所以气韵浓郁，味道甘而不腻是特色。云南人的家常菜炒五花肉加了黄豆豉粉末，香气自然多了分淡淡的酱香气息。它技法呢很家常，有点像川菜的那个生冒五花肉，可是整个风味因为豆豉的关系，它就非常充满了那个云南风味的一个家常菜。同样的，我们选用五花肉，也是要借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借食材里面的油脂来炒这道菜。喷香上桌的云南豆豉炒五花肉，香味融合蒜苗、大蒜和浓郁的豆豉味道，光闻就让人食欲大开。五花肉吸收锅气，吃来鲜嫩咸香，豆香味十足，更衬托了肉汁的香甜，让人爱不释口。五花肉都很嫩哈，然后那个豆豉拌下去，其实也是促进胃口大开，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又不会很咸，一般你觉得腌制东西可能会咸，会增加身体负担，但是那一道菜就是很清爽。店里除了云南美味深受好评，点菜率高的海鲜家常菜同样值得一试。香喷喷的椒盐虾，选用深层海水养殖的台东贵妃虾，粉嫩嫩虾肉飘散椒盐和辣椒香气，吃来紧实鲜美，每一口都回味。火候人家讲的时间掌控得很好，就是它的肉你吃起来会有 Q 感。口味丰富的海鲜砂锅同样是店里经典，以鱼骨高汤文火慢煮，摆入鲑鱼、酥炸赤肉、乌参、鱿鱼、蛤蜊、鲜虾，还有花枝等七种好料。乌参 Q 弹鲜美有脆度，鲜虾弹脆紧实，鲜香十足，鲑鱼肉嫩，油脂丰腴又甜美。不是天然的那一个，是太多化学的东西、人工的东西，那个对我们的肠胃是有影响的，然后肠胃不好的人，他就会胃食道逆流，他胃食道逆流的人就会很不舒服。因为我就是属于那一种人，
所以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食材。因为每一样料理都坚持选用好食材，所以尝到的都是掌勺人的用心。首先他们吃得出来说，庄小姐，你的菜没有加味精，没有鸡粉，我们吃得出来。其实我很开心，为什么？即便是我没有加这些东西，客人还是觉得很美味。所以那些东西不是一定得加，对我来讲不是一定得加，那我就是用我现在的材料去做，我很喜欢，完全是天然的。张存佩一心想给客人品尝食材的原汁原味，以将心比心的做菜心情制作每一样健康却不失美味的云南风味家常菜，希望顾客都能吃得安心又满意。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在台北松山慈惠堂附近有一家合菜餐厅，来这里可以同时吃到台菜跟川菜的经典料理，像这道蒜香紫排，选用的是猪腩排腌制入味，酥炸过后香气逼人，口感呢 Q 粥带有一点点的咬劲。另外这道是川味的剁椒麻辣鱼，红条鱼淋上了自己炒制的辣椒，蒸过之后鱼肉很 Q 弹，辣香迷人，非常够味。远眺台北101，风景宜人。临近四寿山步道的台北松山慈惠堂位处半山腰，在这附近有家合菜餐厅，很多香客或是爬完山的游客都会到这里饱餐一顿。来这边，然后拜完母娘了，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一个餐厅，想说来吃吃看，以为都只有素食，结果没有，还有海鲜啊、肉啊什么的，然后就一吃就觉得太好吃了。从海鲜到肉品都令客人大力称赞，除了食材新鲜，菜色里也加进小巧思。传统的五柳之鱼，主厨陈建元将它摇身一变成为五柳红鲟。红鲟本身肉一炸过油，它的肉就会减少很多，你把水分逼出，所以说你不能够炸太久，不能炸太老。在台湾料理早期啊，大家农村的喜庆宴客，他们所推出来的一种手工菜就是五柳鱼。那我们所谓把它改到五柳红鲟来，就是因为它的本身这个螃蟹它本身的一种鲜度，然后用洋葱的甜味去把它提炼出来，加上我们用的镇江红醋，你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感觉，但是你相对你也会感觉到那个香气。五柳红鲟散发浓郁的酸香气息，红黄椒还有洋葱丝为这道菜增添色彩。红鲟肉质细致清甜，滋味鲜美，蟹黄饱满丰富，味蕾层次分明。拜拜完之后就会来餐厅用餐这样子，然后第一次用餐的时候觉得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在吃下来的时候也觉得很满足。酥炸蒜香紫排，为了讲求鲜度，选用当天的温体猪腩排。猪腩排它本身就是猪的肋骨嘛，一般来讲它是有带一种嚼劲。蒜头汁加上绍兴酒，用来腌制猪腩排，得腌上一天的时间才能去腥提香。如果你一直都用慢火下去炸的话，它肉会渗血，你一定要用到后面来，让火加大了以后才能够把那个油逼出来，客人就不会感觉油腻腻的感觉。酥炸蒜香紫排炸到金黄上色，一入口嫩中带 Q， 还带有一点点的咬劲，弥漫蒜头香气，不会太过油腻。每桌必点的还有这一盘白斩土鸡，光从外表就能看见油亮的光泽，一口咬下带有鸡汁，鸡肉很有弹性，留住原有的甜度，超级鲜嫩的，我觉得，而且那个肉质哈，它不会很柴哦，对，咬下去有汤汁的感觉，觉得很不错。陈建元18岁就踏进餐饮业，炒桌菜、川菜的历练让他的手艺更加沉稳，而他对餐饮的兴趣还有热情不仅如此。在朋友介绍下，他到中国一展厨艺，并且展店剁椒鱼啦、水煮鱼啦，我觉得他们的味道不错，有值得我跑这一趟到中国去学习，我才会毅然决然的就到那边去找一家店自己经营。
也一起跟师傅一起共同来做研究。在中国的这十年，他对味道拿捏更准确、更透彻了。端上台面的剁椒鲜鱼用的是深海的红条鱼，要呈现道地口味，还内着杏子，贴着辣椒、泡椒。我所谓的泡椒、小辣椒、腌制小辣椒，都是我自己亲手下去腌制，我不假借于外面的罐头食品。我们的辣椒是先切完以后，再下去热锅爆香，然后再加调味料去做一般的调配后再淋上去。因为辣椒你经过炒以后，它就会释放出一种甜味。那如果你用生辣椒像果汁机打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涩的味道。剁椒鲜鱼，青红辣椒覆盖整个鱼身，辣香迷人。喜欢吃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红条鱼肉扎实鲜嫩，入口洋溢辣椒的清香，非常够味。咸淡不是说，像人家说吃起来湿掉，它不会，然后鲜味又足，它里面的肉真的嫩。陈建元累积20多年的餐饮经验，练就炉火纯青的功夫。这道麻油松板猪，火候该怎么掌控，早已驾轻就熟。我们是尽量以米酒不加水，然后把它完全酒精燃烧。我们用的麻油呢，相对也是会比较，算是比较好一点，才不会煮出来让那个松板肉呢太涩太干。麻油松板猪飘着浓厚的麻油香气，松板猪透着粉嫩颜色 ，Q 中带有脆度，不会干柴，搭配杏鲍菇一起吃，口感层次更升级。那个肉又比较扎实啊。对，我不要说吃的软软的就不好吃，吃的就炸死的肉就是最好的肉。营养成分高的黑蒜头，陈建元特别拿来入菜，搭配土鸡熬成鸡汤。那加上一些我们的慢工的火候，哦，就是一般人家讲的文火，然后来让它提味，把味道提出来。最后加进蛤蜊，提升鲜度。黑蒜头蛤蜊鸡汤没有蒜头的辛辣，温润醇厚，十分甘甜。土鸡肉 Q 弹，没有干涩口感，汤头一入喉，萦绕回甘滋味。像我们这家餐厅呢，首先是感谢老板嘛，老板他本身的要求，他并不会为了要赚钱，然后叫你们要节省开销，而去叫你们去做一些比较人工添加物的东西，他一切以自然。然后再加上说他一切都要求新鲜，不让客人感觉到很不舒服。不论今天的角色是身为经营者还是厨师，他们秉持一贯的理念，只有新鲜食材才能上桌，让客人吃进嘴里，满意幸福的笑容。在台北的永康街有一家装潢复古的台式居酒屋，不仅装潢怀旧，菜色更是经典。像招牌的五柳汁鲈鱼，先把鲈鱼下锅油炸之后，淋上五柳酱汁，口味酸香，鱼肉鲜嫩。人气料理还有这道蒜香油条鲜蚵，浓郁的蒜香搭配的是鲜甜的蚵啊，谁都不抢谁的风采。一道又一道经典的勾扎鼻，几度吸引了国际美食家，也远渡重洋亲自上门品尝。霍登来这里，他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准备了18道菜，其中有剥皮辣椒鸡啊，油条鲜蚵啊，而且他每一道菜他都赞不绝口。能让美国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安东尼·波登青睐的台菜居酒屋，每道料理都是架杠 A 台湾 B， 有鲜嫩五柳汁鲈鱼，鲜美蒜香油条鲜蚵，原汁原味清炖狮子头，还有香辣的剥皮辣椒鸡，一道道鲜香好料吸引饕客一再回味。吃完回去会让你怀念这家店，几年我就来几年，已经有13年以上。这边之前好像有个名人来过，就是美国的那个波登嘛，对，就是美食专家。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整个台北市来讲，就是数一数二精品的台菜。
获得宾客赞赏的台菜居酒屋是掌厨的老板林国尧舌尖上的回忆。从小住在台中雾峰大家庭，五柳之煨鱼就是小时候家里宴客餐桌上不可少的鲜美版的菜。在过去的大家庭，大概只有阿霞才会吃这种菜。其实鱼它不限定说一定要是鲈鱼啊或什么鱼，你只要是一条鱼，基本上海鱼比较少，因为雾峰靠山嘛。然后呢，你要下去炸，裹一薄薄的粉，下去炸，把它的肉收紧。五柳之煨鱼源自中国闽菜，传到台湾之后成了有钱人家的宴客菜肴，做法类似红烧鱼，但唯一不同的是鱼肉会淋上五柳酱汁。五柳就是有银芽、红椒、黄椒，然后黑木耳。酥炸好的鲜香鲈鱼淋上拌有乌醋的五柳酱，酸香滋味结合蔬菜的清甜香气，让人难以抗拒。拥有百年历史的阿舍菜五柳之鲈鱼，上头缤纷五柳酱，散发浓郁酸香气韵，白嫩嫩鱼肉吸收酱汁，吃来滑嫩鲜美，味道甘而不甜，酸的层次分明，加上若有似无的辣味，丰富的口感相当有层次。口感的话，它的皮是酥脆的，因为它的鱼肉是炸，然后它的汤汁它有煨进去，它就是慢慢再把那个汤汁收干，所以说它在吃起来的话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饕客赞不绝口的美味，还有鲜蚵料理，肥美大鲜蚵在滚水里穿烫，紧紧锁住肉汁，这股鲜味也蕴含着浓浓的故乡滋味。也是因为雾峰也不靠海，我们最近的就是彰化的红坚，还有嘉义东石，而且鲜蚵这个东西它很鲜甜的，那家里面常宴客，那祖母总是要想一些比较特别的菜。鲜香味浓的油条鲜蚵，鲜蚵撒上青葱和蒜酥，味道喷香浓郁，蚵仔沾附蒜酥，一入口饱满鲜嫩，鲜美肉汁在嘴里爆浆，味道浓醇，充满海鲜气味，搭配酥脆的油条，味道油润咸香，每一口都回味。蚵仔本身是从彰化的网红来的，然后就是很鲜很鲜甜，然后会有点就是咬下去的时候会爆浆，非常非常的鲜美，然后加上那个蒜香，就味道整个就是 perfect。征服饕客味蕾的台湾味是林国尧的拿手好菜。拥有一身好手艺的他，高中时到日本留学，起初因为父母期望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医生，但心中却很排斥这样的人生安排。我的兴趣不再拿手术刀，我喜欢拿菜刀，然后我去中华料理打工，但是跟台菜有一点区别，还是很怀念我们的台菜，所以我就想说有朝一日我回台湾，我要把我们家里面的菜，以前在大宅院里面吃的一些台菜，在台湾把它发扬光大。于是回国之后自己创业，在台北永康街开了精致又复古的台味居酒屋，装潢刻意营造古朴的氛围，窗台上有木条拼接成的格子窗，和台湾书法家李峰手绘的旧情绵绵木刻画，都能清楚秀出浓浓的怀旧情调。很轻松的一个氛围，你用餐就是轻松，你好像在家里面用餐，有的时候你吃到这个猪油饭或者吃到什么菜，你会想起我小时候在祖母家吃过，勾起你那一段回忆。像是鲜美下饭的剥皮辣椒鸡，就是阿嬷传下来的拿手好菜，鸡肉一定要用麻油煸炒，味道才会香醇。用麻油下去煸，而不是用沙拉油，因为麻油有香气，而且麻油是营养的。然后鸡肉呢，它也不是生的下去炒，它还先炸过，炸到那个皮都金黄色的，再下去用麻油涮的，然后下去煸那个味道。家常美味剥皮辣椒鸡，加入九层塔、剥皮辣椒和扁豆，咸鲜滋味让人胃口大开。软嫩鸡腿吸饱酱汁，肉质软而鲜嫩，紧实有弹性，味道咸香带有微微的辣度，相当勾人食欲。就是鸡很嫩，然后有一点点微辣，然后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爽口，对，然后也咸度各方面都是非常适中，对，就是我很喜欢的口感。
让客人食指大动的美味，还有点菜率高的清炖狮子头，肉丸子和白菜一起慢卤，味道鲜香清爽。一大颗饱满扎实的狮子头，用筷子轻轻夹起，肉厚紧实不松散，吃来鲜嫩爽口，味道鲜美。细细品尝，还能尝到芹菜和比奇丁的鲜脆口感。它这一家了，我觉得不软不硬，好，而且口感很有差，它里面有碧琪，因为它选的材料很新鲜，它的汤汁跟白菜煮在一起的时候，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甘美。客人意犹未尽的料理，每道都让人勾起美好回忆。尝到的不仅有老板的用心，还有他对美味的坚持。每天买菜，我食材要保持新鲜，我今天买多少菜就卖多少。对，我绝对不隔夜。我们把健康的菜肴，就是食材，做出来烹饪出来的菜，给很多朋友来品尝，让他们也吃得安心。民国窑所做的秋楼菜，都是他付出真心诚意传递给客人的好滋味，尝到的都是让人怀念的台湾勾扎米。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不一样的海鲜料理。台北有一家以道地江南料理为主的江浙餐厅，将马祖淡菜还有澎湖小卷空运来台，透过了江浙菜的料理手艺，变化出一道又一道清爽宜人的海鲜料理。像这道结合了老母鸡上汤的马祖淡菜，肉质 Q 弹肥美，滋味特别的清甜。另外这道爆卵的澎湖小卷更是一绝，送进嘴里，鲜甜的海味，哔哔啵啵的口感，征服了不少老套的心。用餐时刻，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上的这间江浙餐厅高朋满座，优美的环境加上独特的料理，让客人赞不绝口。餐厅的气氛其实也是蛮温馨的，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餐厅的一些氛围其实还蛮适合在父亲节的时候跟家人一起过来，就很清爽啊，对啊，就蛮适合就是夏天的，我自己蛮喜欢的，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吃，我自己蛮喜欢的。有别于一般人对江浙菜大多以河鲜为主的印象，店家特别推出了海鲜料理，将正值当季的马祖淡菜、澎湖爆卵小卷和特产仙人掌，通通空运来台做成佳肴。这次的主题概念的话术，我们都是以季节性，那使用当地的食材，那透过江浙的烹调手法，呈现而成这样子。海鲜就是要吃当季才够清，最具马祖代表的海鲜淡菜，每年六月到十二月是盛产期，特别丰腴肥大。因为我们马祖淡菜，它在那边产地没有污染，水质比较好，所以我们公司特地从马祖采购，用空运过来。搭飞机来的淡菜要趁新鲜穿烫，再加以冰镇，保留鲜嫩的肉质。我们刚开始来是活的，我们水稍微要烫一下，烫一下再来剥。那里面有那个草，我们要用剪刀稍微要把它处理完成。为了提升鲜度，还要再搭配江浙菜爱用的老母鸡汤，再来要呈现出澄澈汤色。除了火候控制，还必须采用两次功法，将汤头和淡菜分开调理。因为姜丝，老母鸡加姜丝，那个姜丝下去会那个有那个姜的味道，再来有去那个腥味。淡菜有腥味啊，要去那个腥味。再透过江浙的料理手法，将老母鸡汤的香气慢慢煨入淡菜里，肥美饱满，如出水芙蓉一般，圆滚滚的淡菜吸饱了老母鸡汤的香气，吃来肉质弹牙有 Q 嫩，充满着鲜美的滋味。我觉得它的口感是很饱满的，就而且它每一颗都大小都控制的在一样的大小，然后它咬下去的时候呢，就是连那个汤汁就一起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有种爆汁的感觉，对，然后味道也很新鲜。同样是离岛海鲜，搭飞机来的还有澎湖爆卵小卷。那个从澎湖空运过来，但是我们要挑选，要有里面有卵的那一种，在吃的口感就差很多，会 QQ 的。要保有原始风味，以简单调理为原则，清蒸五分钟后淋上特调酱汁，再以热油逼出葱的新香气，就能立即上桌。
爆软的小卷吃起来清爽鲜甜，哔哔啵啵的口感一咬下去就在嘴里爆开来，再搭配清甜微咸的酱汁，咀嚼一丝丝的小卷肉，十足的海味让人大大满足。我第一次吃到小卷没有这么多软哎，所以很惊喜，而且它其实每一刀切下去每一块都很饱满，我就没有吃过这样子，那真的是有种在嘴巴里面一颗一颗很分明很 Q 弹的感觉。夏天必吃的除了海鲜，也少不了山产野菜，观音山绿竹笋。夏天哦，绿竹笋正正时候，这个季节刚刚好，最嫩的时候，最香气的时候。巴黎的那个栗竹笋，那边的比较嫩，也比较没有纤维。为了保留笋子独有的香甜，主厨康万发连壳一起料理。连壳去蒸，第一个比较不会走味，第二个是包含那个香气啦，还有各方面都含在里面。大火快炒，将栗竹笋和烧五花肉翻炒出鲜脆和肉香。浓浓的酱味令人食指大动，肥而不腻的烧肉搭配绿竹笋，充满清爽鲜甜。竹笋咬起来像是多汁的水梨，清脆又甜美。家人也很喜欢吃海鲜，还有这种清爽的笋类，所以我觉得一家四五个人来吃就蛮好的。不仅把夏天的山产海味统统入菜，连凤梨也摇身一变成了凤梨梅子鸡。我们来自台南关庙的那边的凤梨。金钻那边的凤梨是最好的，口感也最好，比较没有纤维，最脆最甜的，比较来做我们这个梅子鸡是最恰当。将腌炸过的鸡腿下锅，新鲜的凤梨片搭配台南梅子肉，在锅里炒出蜜汁糖色，一层层的翻滚裹上蜜糖，鸡肉吃起来酥嫩可口，神秘神秘的滋味，滑嫩又多汁，再加上凤梨梅子的酱汁搭衬，每一口都很开胃。就它肉质也是就非常软嫩，就是咬下去就是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酸酸甜甜的料理，还有清凉的甜点，澎湖仙人掌冻，请当地的厂商，然后帮我们处理过，冷冻空运来台这样。鲜冻的果汁不仅有果肉，也保留了原汁原味。味简单纯粹，然后这个的话吃起来就是像是整个果肉，然后放进去这碗里面，然后这样做成一碗，然后它上面还有加那个糖橘，那个咬下去的时候里面是有很多水分的，口感吃来清凉的，还有冷盘猪脚冻，冰冰 QQ 带一点咸香滋味，炎热夏天吃更是爽口。这是我们电动店的产品哦。那电动店产品的话，有一些冷盘类的东西。打破在餐厅吃中菜的概念，再推出方便的熟食供客人挑选。看准上班族生活形态，只要加热就能享用美食，还有现场的现烤点心，一推出后就受到客人回响。我们这家店的特色的话，就是有提供了一个电动店，那可以提供给客人哦，直接购买回去直接可以复热，简单的复热就可以享用。季节限定的空运海鲜，透过江浙手法呈现，让饕客们吃得清爽，少了负担。趁炎炎夏天，爽快的大啖海鲜，品尝新鲜海味吧。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到高雄的新盐城商圈。来到这里，首先盐城埔捷运站旁边的招财粉红猫是一定要打卡的热门地标。进入商圈之后，里头有金子街，有女人街，有奶茶街，各有各的特色，而且好逛又好买。香火鼎盛的盐城庙，每个角落都令人满怀思古幽情。附近还有一家卖了40年的牛肉面店，用牛肋骨熬煮了12个小时的原汁大骨汤，搭配宽面，很多游客都说吃了念念不忘。高雄新盐城商圈里有一家开了40年的牛肉面店，每到用餐时刻就坐满人潮，因为这里的牛肉面汤头跟别家很不一样，是许多在地人的口袋名单。这家从我以前就住在哈马星的时候就吃了，那现在我们搬到凤山去也是会常常再下来吃，对，已经吃了快20几年了。汤头很浓，吃起来有一点点辣辣的，
啊，吃起来又很回甘，不会很没吸感嘛。让客人赞不绝口的汤头，来自第二代老板张家荣的家传秘方。我们现在汤头也都是妈妈他们跟妈妈跟爸爸他们后来自己慢慢的调整出来的配方了。卖了40年，除了依照客人口味调整浓淡，他们不曾改变原料配方，红烧汤底更坚持手工炼制。我们会先从那个市场进生的牛油下来自己熬，从最原始的牛油开始，加入辣椒酱，慢慢拌炒到完全融合在一起，提炼出红艳艳的辣油，再加入亲自熬的牛大骨高汤，就是牛骨汤跟高丽菜的头酱下去熬的而已。那个我们自己卖的东西要自己做，这样我们看得到它的原物料，也比较安心啊。重视食安是传承父母亲的理念，张家荣坚持只用台湾的黄牛肉。台湾的牛肉煮起来它比较口感比较好，客人是说进口牛肉煮起来它比较柴，它的口感不像台湾黄牛肉这样比较软嫩，就是那种咬劲也不同啊。他们说台湾的黄牛肉比较有咬劲。黄牛肉的煮法也不能马虎，姜要先拍出香气，和葱一起下锅，再和牛肉慢炖3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软嫩的境界。搭配现煮的宽面和红烧汤汁，香喷喷的牛肉面立刻上桌。炖到软嫩的牛肉入口即化，特制的宽面条保留 Q 劲口感，也吸附了红烧汤汁，咀嚼的同时还会带着面香。咸辣适中的红烧汤头，喝来浓厚，也不让人觉得腻口。这家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牛肉面是没有所谓的传统那种贝咖不一样，还蛮特别的。然后汤头很浓郁。让客人大力推荐的还有特制筋肉面。牛筋的话，我们也是清水下去煮，大概以现在这种速度的话，也大概都要煮大概6-7个小时，才会有很软。之所以特制，是因为当牛筋炖得软嫩后，还要再拿出半年以上的秘制药酒来加味。我们要另外加中药，然后再加酱油、米酒，然后还那个就是中药材那些下去熬。半筋半肉的牛肉块，入口化开的滋味太令人销魂。浓郁的酱汁扒着宽面条，顺着舌尖滑进嘴里，不只有弹牙的咬劲，还散发出醇香诱人的药膳香。我今天吃的是筋肉面，吃起来那个肉是入口即化，啊，那个筋肉的部分又很 Q 弹，啊，我是吃那个宽面的，啊，宽面又那个很 Q， 在外面是很少有这种口味的。它这个是20几年的老味道了，然后它那个药头都是经过特制的，然后他们宽面也是由委外去特别制作的。对，但是中药还有中药的味道，独特，就是全台唯一一间那么好吃的牛肉面，这我从小吃到大，都吃不腻。让客人魂牵梦萦的还有单点炸排骨，要先腌一天，再下锅以中温炸到香酥软嫩。香酥的炸排骨吃来也不油腻，还少了果粉的厚重感，口感特别清爽。哦，排骨要求好吃，他们就很自然那种呈现炸。脆酥那种酥脆那种金黄色的那个颜色，那看起来就是比较特别好吃。还有一道应有尽有的拼盘，卤到透嫩的牛筋，还有咸香够味的牛肚，切得薄片的牛腱肉略带嚼劲，细嫩多汁。新盐城商圈里不只有开了40年的牛肉面店，还有一家商圈里唯一的30年租书店。我们这家书店在盐城区已经开业30年了，我。这种独立书店呢，差不多都属于黄昏事业的。有感于时代的变迁，加上现代人看书习惯改变，所有的冲击差点让书店倒闭。为了让书店能够活下来，谢文纯6年前开始力拼转型。我们就在网络上卖漫画，我们也说漫画，然后呢，我们开始转型，慢慢的多卖一些新书。过去出租店是很少卖新书的。那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认为，即使啊没赚钱啊，也应该要留在这里，因为有很多孩子哈，他的回忆都在这里啊。这里滋养了谢文纯的青春与回忆，让谢文纯舍不得离开，还投身在地的推广活动。新盐城商圈这个地区是锅炸咱盐埕上老热的所在，哦，那因为今麦有去捷运嘛，哦，所以捷运直接到达我们商圈。好，那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群聚。那每一条街啊都有伊的特色，
我们一条街，比如说那个金马街就在新乐街上，还有我们有一条女人街，女人街就盐城街嘛，那我们就是很多饰品、批发，还有包包这样子。然后呢，哪边结婚呢？吼，哪边生金马就是我们的新乐街、金马街。盐城这个钟表店呢，它现在是比较比较有特色，是它有驻店的修表师傅，然后它现在是二代经营的，他们的爸爸妈妈在这边到民国50多年就到这里来了，所以他们将近有50年的历史。我们盐城商圈是一个有现代、有复古、有未来的一个商圈。哦，过早时代物件，我伫家拢阁看得到。哦，那也加入新的元素，我们现在让我们商圈年轻化。年轻人喜欢到这个商圈来，吃喝玩乐都有。为了更活络商圈，再搭配三倍券推出限定活动。我们这次规划三倍券搭配我们的行动支付，在我们商圈只要消费满500，我们就会送上一张情人节的告白卡。从8月1号到8月23号，在我们商圈消费满500块，用三倍券消费满500块，或者用行动支付消费满500块，可以得到一张告白卡。再来，我们协会你一张摸彩券，可以参加黄金饰品的抽奖。如今的新盐城商圈在政府的推动展现新面貌，交通也很方便，只要搭到盐城埔捷运站出站就可以抵达新盐城商圈，走踏巷弄感受在地人文风情。新盐城商圈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如果观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资讯上的问题，可以到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或者是订阅非凡大探索的 YouTube 频道，会有更多样的美食资讯。我是刘祝华，今天感谢您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跟您见面。